Hello， 大家好。这一次呢，千里迢迢来到了达曼姆加拉，然后这次是要去到哪里呢？走过了雷薛莫，然后走出出口过后，找一找，啊，找到了，没有错，今天是要来到苏西曼泰，耶！其实来到苏西曼泰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他的店里吃足50令吉以上，就有机会得到他的现金奖。这一次呢，我就打算只想要以寿司的方式来吃50令吉以上。在还没有开始拿寿司之前，先喝一口茶，然后拿他的姜片，还有第一盘拿起来的是 Salmon Strip Roy， 用稍微来包着他的饭，一口吃进去就很好吃，然后他的 apricot 当然也不能浪费。那么第二盘是 Tamago Mentai， 好，第三盘来到了 Chuka Krake， 上面是Jellyfish Name， 第四盘是Chuka Idako。第五盘是 Scallop Hotate Mentai， 第六盘是 Goma Chumaki 黑芝麻寿司卷，黑芝麻也是蛮香的。第七盘是豆皮寿司，我还蛮喜欢把 wasabi 放进豆皮里面，然后这样子一口气吃进去的感觉，享受。第八盘是Sushi Maki Tempura， 这个在他的菜单上没有遇过，大胆的创意。接下来是 Taco Wasabi， 接下来是Con Mayo， 接下来是 Inari Ebi Tempura。 哦，到底是谁把炸虾天妇罗放在豆皮寿司上面的，这个样子的搭配还是第一次看到呢。说起来这两块吧很值得。接下来是 Unagi Sushi， 第十三盘 Spicy Chicken Floss Maki， 居然可以把肉松放在寿司卷上面，寿司面台还真是喜欢往未知的方向研发出更多搭配的寿司。接下来第十四盘，随处可见的寿司，第十五盘 Hana Mayo， 就跟第一盘的Hana Ebiko 那样，只不过它上面的是蛋黄酱。第十六盘 Kani Mayo， 第十七盘是 Inari Maki， 那么第十八盘是 Wakame Sushi， 说真的已经开始感觉到极限了。这个呢是 Ebiko Salad， 小碗里面就有装着很多个 Ebiko。接下来是 Sushi Maki Tempura， 对于新鲜的美妞当然还想要再试多一次。喝完这一口茶过后，我也是觉得呀，真是吃到饱足，真的真的。
好，那么就来看看结果。黄色八盘，红色十二盘，然后再加上一杯绿茶，叫 test 过后，勉强是过了那一关，可以拿这个 receipt 提交上去喽，耶、yeah ！这个竞赛直到10月30号为止，就不要放过这个机会，赶紧去吃吧。那么今天的 video 就到此为止，我们在下个 video 再见，拜拜。